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是复活节，16年前的今天，我们一家三口同时受洗，成为主基督的门徒。在教会赠送给我的灵修书《每日经历神的飞页》，牧师写下这样一句话：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与新人相对的就是旧人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前的那个属血气的、属肉体的、被罪辖制、不敬畏上帝的生命。回想过去的16年，就是我不断的靠着主与这个旧人在征战的16年。那么怎样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呢？就是要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，就是信靠耶稣基督，与主联合，在罪上看自己是死的，有份于基督复活的新生命。在基督里的标志，就是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信徒的心里，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。由主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、行事为人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远离罪恶，追求圣洁的生活。那么，怎样才能使我们常常保守自己在基督里呢？耶稣说："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"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信徒要借着读经、祷告和主日学的学习，来努力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带领，也要借着参加团契、服侍弟兄姐妹，在工作中和家庭生活中学习顺服主，努力活出上帝的旨意和心意。保守我们的心，藏在主的恩中，新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越来越像主耶稣。最后，我用一段经文来与弟兄姐妹们共勉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